没意思，他这干啥呢？我要喝。家里就剩这一瓶奶了，他俩跟我抢。我要喝。咋的？家里剩了一瓶奶了？你们三个都想喝呀？来，停，这样吧，为了公平，我们今天来做个游戏，好不好？谁赢了，咱们今天就给谁喝，好不好？好。什么游戏啊？看看，今天我新买了一个跳跳球，谁能挑战五个，我今天就给谁喝。来，把奶给我来。哎呀，放我这儿。你们谁挑战成功，今天给奶。谁先来？姐姐来，让姐姐先来。我至今我一下我就成功了，你啊，挑战五个大鬼啊！你们都不用蹦了。行，你挑战成功，大宝，大宝成功这个就给你啊。嗯，等会儿啊，十个数啊，十。哎、等会儿，哎，九，哎，干啥呢？八，七，七，六，六，五，五，四，三。失败了，大宝啊，你喝不着了。哎，你先来。到奇奇宝贝来了，爸爸最后来。宝贝，你赢了就没有你爸爸的事了。不好玩。大伙儿真笨。十，我还不会。九，八，七，六。宝贝加油啊！五，你跟你姐一样呢。三，二，一。大奇奇啊，你和你姐一样输了，来给爸爸吧，来。琪琪宝贝和大宝，你俩别着急，你爸爸也不会。今天这个奶呀、啊，不知道给谁喝呢。看看你爸爸的，来，你俩查数，对，跳五个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啊！哎呀妈呀，跳七个！我也不能给我。来，给你吧，给你吧，给你吧。两个宝，两个宝贝，你俩都输了，就给爸爸喝，下次妈妈再给你们买啊。好吧。哎。